2012年出道的女子团体 SixPONK， 在韩国演艺圈打滚了4年，却始终默默无名。之后经纪公司大换血，把原本的6名团员全数改为新的4名成员，连团体 logo 都一并更换。再次复出的 SixPONK 就凭着在表演时穿着紧身 legging 舞台装，下半身挤出明显的骆驼趾而受到关注。一身紧身粉红色连身衣，搭配怪异舞步和洗脑旋律，这套肉胎装被网友形容为看起来就像是舞动的新星场。近日推出新单曲《等十年吧，宝贝》的 SixPONK， 他们的中文团名出炉，以网友的揶揄为发想，正式取名为《香肠姑娘》。根据 YouTube、推特、微博等数据，以及分析全世界 K-pop 粉丝的喜好取向，香肠姑娘的新歌在社群排行中获得冠军，成功拓展在海外的人气和知名度。